我找您商量个事。顿时元已紧。哎，那我拿一根。要十块钱。十块。那我赊账。那你自己拿。我挑挑。就这根了。奶奶等我。老爸。给你笋。真乖。给你钱。去还钱吧。老爸再见。奶奶。还你钱。好狗狗。手逆十元。啊，我提醒下。真乖。篮子给你。撑不到整菜了。往我这有七月翻坐吧。